各位长官以及各位媒体朋友，我很荣幸在这边能够代表我们的评审委员颁这个特别奖，因为特别奖有两位前辈，这两位前辈都是在影剧圈里面工作了持续长达50年，并且对影剧圈非常有影响力的非常重要的两位精英的前辈。那我在这边就公布名单。真的粘得很紧，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。特别奖第一位，终身成就奖，林福地先生。第二位特殊贡献奖得主，丁松云先生，也就是丁松云神父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主任委员帮我们颁出了这个奖项。那